挑战在女友开会时给她发出这个消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包括年末这块儿，因为这个福利啊，包括什么，我们有的具体规划，包括一些。我们现在，我少，我是一个很好的。我觉得应该我们领导层深入到我们员工走到群众中去，然后就去提问员工具体年底想吃什么。刚刚我们说的就是都在这份企划里，这个待会儿再说吧。张天，你出来一下。干啥呀？是你给我发消息吗？不，啥消息？你那边开会呢。装傻是吧？我没啊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回家呀。哎，不是，别吵，别吵。